我們的代表是香港的代表，有第四屆拳擊理事會WBC亞洲洲際金腰帶得主，來自香港的超型量級別，神奇小子之稱，亦都有香港拳王之稱，給掌聲，曹星如有請。 7月27号来到我们金光综艺馆打他们的职业拳赛，记得再次买票支持他们。来，生。